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晚嘅节目啊，吓咁啊，师傅讲港股，今晚时间咧就系9月25号星期三嘅，咁啊，欢迎大家啦收听收睇我哋嘅节目，直播室啦有 Johnny 喺度，亦都有黄师傅黄伟杰噶，师傅你好。Johnny 你好，大家好啊。嗯，师傅，嗱咁啊，先讲翻今日个大市啦。有少少高位，大家都先行获利嘅情况吓。今日咧个成交咧就再创新高啦。咁但系恒生指数咧喺高开之后咧就持续低走，咁啊最终咧以升幅咧收窄到128点嘅啫。今日一大支阴烛咧喺个阴阳烛图上面咧就唔系几好睇。嗱，琴晚美股咧，道指同标普嘅再创历史新高，收市嘅新高啦，咁所以带动港股今日高开嘅。恒生指数咧就实在高开太多啦，高开581点，而开市位19592点咧，亦都系全日嘅最高位。之后咧就升幅收窄，最后收报19129点，升128点，升幅0.7%。成交头先你也指出咗啦，吓再创呢一个近期新高，有2548亿啊，比琴日咧再增加咗差唔多120几亿嘅。国指今日咧就一度系逼近7000点啦，最高见到6945点，但系收市咧回翻到6766收，都升咗52点，升0.8%。科指咧就曾经重上4000点嘅。咁啊，收咧就收3924点，升8点，升0.2%。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咧，今日都继续系做好啦，而且咧成交咧就系沪深两市成交咧就破万亿嘅噃。不过咧就同港股一样咧，内地股市今日咧都系冲高回落嘅。上证综指最高咧就见到2952点，曾经升穿过2900啊，收市就落翻2896点，都仲升到33点，升幅1.2%。成交净系上证咧都有呢上上海交易所咧都有5100几亿，以前啊两个沪深两市加埋先得5000亿啊，今日一个上海都已经有5100几亿啦。深证成指最高咧就见到8738点，收市报8537点，升102点，升幅亦都系1.2%，成交咧有6406亿，所以咧沪深两市合共成交咧就有11572亿，比琴日咧就增加咗1860亿嘅。咁啊，讲翻港股之前，我哋就话恒指咧就下一个目标或者阻力位咧就系今年五月嘅高位19706啦，咁啊19700。今日咧个高位19592咧，同19700咧相差都系100点多少少啦。咁通常喺个图度今日做咗一支大阴烛，因为第二次即系接近之前嗰个高位双顶不破咧。出現個回落亦都係正常嘅，加上咧，琴日我哋已經話偏離條十天線有一定嘅回撤嘅拉力啦。今日再高開咧，高開500几点咧，偏離條十天線咧，差唔多成呢一個，哇，犀利啊！最多嘅時候偏離成1600几点，因為十天線而家但係仲係17900嗰啲位置，今日最高19500啊，差唔多19600，咪偏離咗成1500点。咁所以咧就我諗一就係短期累積升幅比較大啦。第二咧就係接近之前嘅高位，通常咧都唔會話咁輕易一挑戰就升破嘅，就算升破咧都未必都唔會話咁輕易就企穩，就會扭計咯。系嗱，咁啊，今个礼拜咧，师傅仲有个期指嘅一个结算嘅情况出现啦，吓喺星期五嘅就系今个月嘅期指最后交易啦，咁所以咧大家就话会唔会就嚟紧嗰两日啊，听日后日都会有少少嘅不明朗，甚至乎咧喺个高位嗰度盘整一下咧，希望用个时间啊换翻个调整幅度啦。系啊，咁就如果个市强，我哋亦都成日指出啦，调整有两种方式，一就系用时间，另外就系用幅度。如果个市势比较偏强嘅时候，大家都好惜售唔系好肯沽货咧，咁佢咪用时间嚟去进行个调整咯。另外今个礼拜
应该礼拜五美国都会公布 PCE 嘅数据啦，咁啊，所以市场都会除咗话头先你提到影响港股嘅期指结算嗰个因素啦，另外就系美国嗰啲嘅通胀嘅 PCE 嘅通胀数据啦。琴晚美国公布啲数据咧，其实就麻麻地嘅啊，咁就九月份嗰个经济咨询委员会消费者信心咧，就由八月嘅105.6咧回落到98.7。比呢一个预期嘅104系低嘅噃，咁另外咧就呢个九月联储局里奇蒙嘅 Richmond 分行嘅制造业指数咧就跌到-21，比八月嘅-19系低，亦都差过预期嘅-12咯。咁啊，不过美股咧反而即系如果经济数据出得唔系咁好咧，就反而又会增强咗嚟紧市场对于11月同12月减息嘅预期。我睇翻琴晚啊，估呢一个11月再减，唔系估11月再减8月再减0.5厘嗰个嘅机率咧，又再升咗，因为琴晚数据出得唔好嘛，去到70%嘅机会，11月再俾多半码你去探咯。嗯，但系11月咧，11月嗰个系啦，总统选举啊，师傅有少少敏感、哦。但系咧，我哋知道即系喺九月减息之前咧，市场对于最后减息几多幅度个预期咧，哇，好波动嘅吓，即系嗰个概率咧，可以由20-30% 一飙到70-80%，跟住又落翻40-50%，咁所以就都要系好似联储局嗰句说话就系、是、data dependent， 即系视乎嗰啲嚟紧啲经济数据个表现咯。嗯，好啦，嗱咁啊，画面上咧，我哋都见到啊，今晚咧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药明生物嘅呢一只股份嘅。咁啊，师傅讲翻个股啦，药明。生物方面今日系逆市升咗，应该系唔系逆市啊？跟住个市升翻4.2%，最高位去过14.2噶。我知道啦，你之前有推介过啦。咁啊，今日咧继续支撑住佢上升嘅咧，喺晏昼嘅时间，我哋见到有一个新闻出咗嚟啊，就话咧，市场消息话啦，美国国会个官网咧就对于呢个生物安全法立法事项咧有新嘅进展。咁啊，喺最新嘅修正案当中咧，药明生物咧系被除名嘅。咁啊，呢一个咧就引发咗市场嘅关注啊，咁有啲人就话系咪真实情况系咁咧？咁发现当其时传出嚟嘅新闻就话药明康德啦就冇被除名，反而咧就冇咗药明生物呢个名。但其他咧，譬如除咗药明康德啦，仲有华大基因、华大制造同埋华大制造嘅子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咧，都依然系喺嗰个法案个修正案里边嘅。同埋咧就亦都有报道指在呢一个方案咧就会改名叫做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信息法啦。咁就由之前生物安全法咧改名为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信息法，咁并且将会进一步聚焦人类数据的相关业务。但是 anyway 啦吓，就因为好似坏学生而家终于变好啦，即系可以系喺个观察名单度除名啦。咁所以2269今日个股价咧都大幅系升咗，曾经升过10%嘅，最高见到14.2，收市咧升咗5.4，收13.4咧都升幅达到4.2%。咁咧就即系咁啱得咁巧咧，我喺今个礼拜一经济通嗰度咧就介绍药明生物嘅。嗱呢点咧即系其实我当然啦，你我有水晶球知道佢会被剔从嗰个法案里度啊，即系剔除对佢利好咩？梗系唔知啦。我话系你都唔信啦，系咪先啦？咁但系咧就纯粹系技术走势，即系帮我去 spot 到只药明生物2269咧系要开车啦。咁所以礼拜一嘅时候咧，当时介绍咧就建议买入价12.7，目标就睇14.2，指示位咧就系12蚊，今日最高14.2。啱啱好喎，到咗，即系啦，系啊。咁点解我礼拜一会介绍咧？就因为见到上个礼拜五咧，佢个股价咧就突破咗条100天线。系你谂下佢几耐啊？哇！即系所以对于一啲长期系自从喺旧年11月尾跌穿咗100天线之后咧，第一次升翻穿条100天线啦吓。咁而且咧就上个礼拜五嗰日嘅成交咧都配合嘅吓，有1.4亿股。咁所以咧趁住礼拜一佢回软嘅时候咧，咁我就即系
同埋估佢會做個期型，做完期型就再升，咁就推介咯。咁所以兩點我想講咧，就係話我唔係認叻啊，絕對冇認叻嘅意圖。第一咧就係話技術走勢咧嘅技術分析咧，係真係可以幫我哋揾到邊啲股份咧係會開車，所以你唔需要啊一路跌就一路去買，好似啊賭大細咁樣平我就買，我係永遠等到見到有確實嘅信號咧係。嗰、那個股份、啊、要轉勢啦、啊、開車啦，咁就及時上車，呢、這個就最好噶啦，唔使嘥咗嗰啲等候嘅時間。第二嗰個體會咧，就係話喺我嘅即係股份推介當中咧，係冇永遠唔買得嘅股票，亦都冇永遠買得嘅股票嘅、啊、即係有一段時間啲人問藥明生物，我話算吧啦，你唔好諗啦，擺埋一邊啦，唔使睇啊，三不買啊，即係、但係到咗啱嘅時候佢。啊，改過自身啦，啊，即係脱胎換骨啦，啊，而家咁樣啊，個技術走勢出現一個轉勢嘅時候，我哋咪要就可以介紹俾大家去買咯。嗱，另外咧，今日就藥明康德啦，咁啊，因為都未被除名啊嚇，咁啊，所以咧，佢今日咧就跌翻2.3%，咁但係咧，其實佢一路強勢咧，暫時都未破壞，只係個動力咧開始有少少減弱，而家都可以視為一個期型整固啊，佢行得快咗少少添。是奇形整固，但是呢就阴烛比较多咯，呢排就。是。好，咁啊呢隻呢就藥明啊。好啦，咁啊讲完藥明呢，我哋再讲下另外一隻比亚迪啦，1211比亚迪啊。今日呢就係、是、升1.2%，咁但呢佢今日呢係破咗位嘅，最高见过257.6。其实今日呢创近月新高或者近一年新高嘅股份呢，喺蓝筹股里面都非常之多啊，师傅。是啊，咁啊今日都佢有啲即係消息咧，就話第900万部嘅新能源車咧就下線咗啦，咁就喺深汕工廠嗰度個下線儀式咧就舉行。我諗遲啲好快1000万嘅啦，佢一年賣400万部車，我諗幾個月後就可能第1000万部就會即係呢一個又下線嘅啦，係啊。咁今次下線嘅車型咧就係、是。100万级嘅纯电性能超跑仰望 U9 啊，亦都系咧，即系如果你翻全球第一间啊，达成第9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嘅车企嘅噃。咁啊，官方表示咧，呢一个嘅U9 咧，其实已经完成咗半年嘅驻场测试啦，亦都将会啊挑战全球最难嘅一个赛道。咁我记得啦，当其时 U9 出嚟嘅话，出嚟嘅一个卖点咧就系原地可以掉头啊，自动掉头咁，所以咧。吸引了不少的有钱人去落订这一部的超级纯电动跑车。现在 U9 的方面在深汕那里是一个高标准的专属工厂，同时间也是国内首个新能源超跑专属工厂。当时无论 U8、U9 是 U8 那部都是自动掉头， U9 这部就另外一点。师傅，比亚迪终于破顶，系啊，终于升穿咗7月嘅高位249.6啦，今日最高见到257.6。嗱，257呢个又系一个比较重要嘅阻力位。如果你睇翻旧年10月咧嘅当时最高价咧就系10月18日257蚊左右，咁所以咧而家就要再等啦吓、啊，就升穿257蚊咧，下一个目标再上市270蚊咯。嗱，未买嗰啲咧要。等佢部署，等佢翻落嚟先啦。咁啊，近段時間其實都回過落去10天線嘅。今日咧10天線就243.3。咁如果你等佢慢慢回啊，調整下，可能245嗰啲位啦，或者再高少少246啦嗰啲先買到喎。OK 嘅，因为今个月你睇到佢即係个股价都跟随大市系上升嘅过程中呢升到咁上下呢都回试返回撤返试返条十天线嘅支持。咁十天线而家呢就喺243蚊，头先你讲咗啦，咁就每日大概系以个半银钱嘅速度呢就上升緊嘅。是好，再睇埋啦。近段时间咧，仲有啲金融板块里面嘅券商股，呢几晚咧，师傅都有啲朋友仔问定噶啦。譬如话啊，有只破咗位啊，跟住6030就中信证券啦，跟住咧，我哋寻晚仲睇过中金啊，三只啊，四只啊，系啦。
系啊，问呢一个165啦，光大控股，因为佢下边都有啊，佢仲佢应该仲有冇光大证券啊？我唔记得咗啦。光大证券，光大证券系有上市嘅。唔系，仲喺咪165里边呢、這个就我要 check 翻、嗯。跟住就中金啦，同埋呢一个1776啦，同埋东方证券3958啊嘛。咁啊，琴日我哋就即系。四隻啊，清嚟清去，清完之後，最後我自己咧就揀咗只3958咯。嗯，3958東方證券係啦。哇，原來咧仲有隻銀河表現都唔錯噶嚇，即係呢一啲股份一係唔發市，發市又當幾年。中國銀河反而咧今年係跑贏喎，升咗22%喎，師傅6881。嗯，係咁啊，但係咧今日我反而想講啊，即係本地嗰啲嘅證券股啊嚇。嗯啊，因为见到咧就证监会都出咗份报告，就睇翻今年上半年咧，即系我点解会留意咧，就因为都同我自己本身嗰、那个、嗯、啊，即系生意难做啊嘛，你话系啊，咁就睇翻嗰份报告咧、嗯，就上半年原来嗰个证券业嘅盈利又唔系话，即系又唔系话差，又都唔错噶喎。嗯，其中一个原因咧，咁啊，师傅之前都有分析过嘅，就话靠住嗰个高利率啊，咁啊，令到咧佢哋嗰个利息收入啦都丰富。咗好多啊嘛，孖展嘅利息收入啊，系咪啊？嗯，我揾翻嗰份报告出嚟先。嗯，嗱，咁我哋睇翻咧喺本港经营嘅一啲上市嘅券商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就系1428耀彩啊吓，咁啊，今年以嚟咧佢升咗57%，咁佢出名咧就派息大方嘅，息率高，咁啊，仲有两只咧就系譬如富途啊、Tiger 啊，咁喺美股上市嘅，富途今年咧升咗37%，而 Tiger 咧今年啊吓，即系其实香港只系一个好。小嘅業務嚟啫，咁啊睇翻佢今年以嚟嘅表現都唔差呢啲。嗱，證監香港證監會發布嘅證券業財務回顧咧，顯示啊，今年上半年啊，香港證券業咧嘅上半年嘅淨盈利總額咧係錄得進一步增長，就升到去190億，咁呢個係全香港所有嗰啲券商啦嚇，加埋佢哋嘅綜合嘅利潤。咁就如果俾券商啊？唔包唔包，除非銀行佢個券商係攞呢個證監會牌咯，有少少嘅分別啦。咁就睇翻呢190億嘅淨利潤咧，如果同舊年下半年比較咧，就增長50%嘅。如果同舊年同期，即係舊年上半年比較咧，就增長29%。咁亦都延續咗舊年上半年嗰個嘅券商淨盈利同比增長25%嘅態勢。咁咧嗱，但係咧同我嘅觀察都一樣啦。咁這個證監會嘅證券業財務回顧報告裏面指出啦，就呢啲券商咧所有券商嘅總收入今年上半年咧係大致持平嘅啫，即係佣金冇多到嚇，因為業界嘅淨佣金收入。包销费用和交易盈利的增长就被资产管理和机构融资咨询服务的收入跌幅就所抵消，而正盈利总额增加就主要是来自非利息开支的减少，即是悭，即是靠悭提高效率。好，讲到咁多先，师傅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解答下大家啲问题啦吓。咁啊，所有问题咧就系喺寻晚我哋嘅师傅讲港股嘅直播里边咧留低嘅。咁啊，师傅仲有啲人留言嘅，佢就嗱，首先三只都要答嘅，1211嘅目标价，我哋啱啱讲咗啦吓。升穿257嘅重要阻力位咧，就睇270蚊。跟住仲有两只咧，就9988同700啊，目标价睇几多咧？9988今日都创一年高位嘅。最高去到95。琴日我哋都有提到，先睇97啊嘛。咁啊，但系今日就去到95就回軟啦，咁啊俾佢唞下氣咯。97之後咧，就係呢一個100啦。咁如果能夠升穿100再遠啲嘅目標嚟講，就我諗你5蚊5蚊咁睇上去咯，105110咁樣咯。105110。至於騰訊咧？今日就升穿咗5月嘅高位400蚊。如果按照佢過去由5月到而家所形成嘅長方形咧，350蚊到50蚊啊，350到400蚊咧嘅量度嘅上升目標咧，就可以睇到450蚊嘅。咁不過就當然唔會話一步到位啦。咁如果
中间呢你都可以有个中途的目标就425咯。嗯，好，中途目标425。啱啱呢各位朋友就仲有位朋友就话师傅去110蚊嗰啲阿里巴巴呢，咁系咪真係有机会返家乡呢？有，不过冇咁快。即係呢啲位俾佢部署嘅话，你想抠呢又唔系又未系夠时间抠喎，因为条十天线喺85蚊6毫嗰度，点算好呢？去110蚊嘅货。其实沟嘅今转咧阿里巴巴，我觉得啲即系 easy money easy 执咯，因为要做双重上市嗰个就已经大家一早报道晒出嚟啦。要为点解要做香港双重主要上市咧？就为咗入通。咁入通系为咩咧？就为钱啦。咁你嗰段时间80几蚊都唔买，而家先至话沟，即系你话有啲嘢系。好似藥明生物咁樣突然之間原來喺個法案度冇咗佢嘅名字，所以利好，咁呢啲就大家預估唔到嘛。但係阿里巴巴佢嗰啲利好係大家都預見得到噶嘛，啱啱先？即係搞雙重主要上市，唔係突然之間爆出嚟嘅消息，佢一早已經公布咗，同埋都有個時間程序去完成。咁你？跟住入通，你都唔去買，而家先至話溝，咁就失咗個先機咯。所以有陣時買股票有啲先機，我哋可以掌握到嘅，即係有啲消息我哋預先可以知道，可以去掌握。有啲當然咧，你就真係除非你話你係未卜先知，或者有水晶球你先估到，嗰啲又冇得講。但係咧有陣時技術分析咧都可以，我成日話啦，即係技術分析嗰個奧妙嘅地方咧，就係佢會啟示顯示一個趨勢一個方向，但係到時候係乜嘢因素令到呢個趨勢持續或者係達成嗰啲嘅預計嘅目標咧，就自自然然係會有嗰啲嘅因素去會出現。但阿里巴巴呢個 case 咧就唔係話嗰啲因素係事前預見唔到突然出現嘅，而係根本事前係預見到嘅咯。嗯，好啦，咁跟住有位朋友咧 ，Cherry 啊問2155深重咧，佢就係4.7買嘅，問下師傅上望同止蝕，咁今日收4.67，唔係蝕好多，而家似乎咧都係想破條250天線挡住，挡住啊！咁你三手策略啦，250天線而家就喺4.9咁上下啦，咁你見到今個禮拜一二咧都係去到4.95附近咧就行人止步，咁所以如果再冲4.95嗰啲冲唔破咧，咁虽然赚得唔多，你可以熄咗佢先咯，因为冇力你都冇得勉强嘅，有时冇力就系上唔到，勉强唔到嘅。咁如果升穿近期高位503，你当505啦，升穿企稳嘅时候咧，就可以睇5.25，咁你就可以有10%嘅利润啦。4.7买嘅话咧。个指示位就用呢个4.5做指示咯。好，跟住6号同1038跌咗落嚟，可唔可以入货呢？6号就电能啦吓，因为之前咧其实呢段时间佢都系处于横行嘅，今日稍微咧跌穿埋条50天线添，1038，咁啊仲有只长江基建，我哋都系睇息率噶咯，而家。系啊，同埋但系之前我哋又唔系马后炮，大家记得就系话，股价永远走在呢一个消息嘅前面。咁呢啲公用股、利率敏感股份，根本喺联储局减息前2个月啊，7月已经开始升啦嘛。咁反而到联储局落实减息嘅时候咧，我哋之前都话咗，可能就有啲人会趁好消息出货，会回下咯。咁加上你而家佢个，因为过去累积嘅升幅唔细啦，个股息率又回降咗，就变咗冇之前咁吸引咯。如果两只咧，就六号嗰个电能嘅股息率就比长江基建高嘅，长江基建现价股息率大概系4.7%咯，而六号咧都仲有5.4%嘅。咁所以如果六号落到去希望佢再落低啲啦，睇下有冇机会落到50蚊至50.5买咯。嗯，上望咧就睇翻55蚊先好啦，因为当佢系个顶啦。OK， 咁个指示位你就50蚊、50.5，你睇5蚊咁啊，用2.5嚟做指示，即系47.5做指示咯。嗯，好，47.5指示。跟住咧 ，EMB 咧就问6993只蓝月亮啊，好耐冇人问过啦。呢一只消费类股份啊，睇个图咧，佢真系弹得翻上嚟咯。跟住个市之前咧，我哋就话佢不断都系向下走，但系而家形成咗一个轻轻向上嘅趋势，师傅。
但系咧就RSI 咧就有少有开始出现顶背驰，同埋成交咧都跟唔上吓除咗话上个礼拜五嗰日个成交有1800多万股突然大增，但系最近几日个成交咧就得200多万股，即系落得多咯。咁所以就佢未买，买咗未啊？未，佢就打个问号，问可唔可以买？今年以嚟咧，反弹一成三。等啦，因为佢一路升咧，你见到佢上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咧个股价都曾经出现回撤啦，就试翻条十天线嘅。咁所以你可以等啊，如果落得到十天线，而家大概喺2.12毫2，咁每日都系上紧嘅。我谂你当2.5毫嗰啲位咧。咁就先至買咯嚇，咁就睇翻佢但係今年上半年個業績其實就麻麻地嘅，營業收入咧就有31.3亿，同比係增長超過40%，哇！但係咧就蝕咗6亿几，我都要睇翻。蓝月亮好少睇到点解会收入增加40%嘅情况下倒转要蚀6亿，由盈转亏蚀6亿几呢，系咪有啲非经常性嘅嘢呢，定系真系本身，如果嗱即系你可以买，但我自己个方法就系话你睇埋个基本面，如果基本面觉得唔系咁有信心嘅，咁你就用注码控制风险，同埋要严守止蚀咯。佢旧年上半年都蚀噶喎，佢毛利但唔系嘅，佢毛利咧系增加咗嘅，佢毛利都高嘅，有成58%，话高到你今年上半年个毛利率就系58.7%，比旧年上半年55.2%咧，系高咗3.5个百分点。咁就点解蚀钱呢？就睇下先啊。好，咁啊睇下份中报里边有冇讲到啦吓。佢销售同分销开支点解咁鬼大嘅？卖广告咯，佢毛利都系18亿，但系佢销售同分销开支要用咗22亿，即系毛利有18亿，但系咧嗰啲销售同分销开支就去咗22亿，再加埋一般嘅行政开支嗰度5亿几，所以呢两条数咧，因为你毛利18亿啊嘛，你销售同分销开支用要用22亿，咁你即系话蚀到蚀4亿，系咪？跟住一般及行政开支5亿6，咁就已经加埋个经营亏损就系9亿几咯。嗯，咁啊，应该就系佢嗰个销售渠道啦，同埋嗰个直接销售俾大客户啦，仲有就系线上销售渠道嗰方面咧，都要抌好多嘅一个宣传落去啊。我睇翻咧，佢其实尤其是啦，做呢啲咁嘅快速消费品咧，你啲广告唔到位咧，人哋就唔会买噶啦。咁你咪即係幫佢嗰啲銷售渠道或者係嗰啲幫佢經銷嗰啲打工。嗱咁佢呢度話咧，新興電商渠道咧，同埋呢個大客嘅銷售渠道咧，都係有所增加。咁即係邊個渠道差咧？咁啊，梗係嗰啲個人消費者啦。系啊，佢就话销售活动增加，点解销售同分销开始大幅增加1倍，由旧年同期嘅10亿增加到22亿呢？就因为要推广新产品，开发新电商渠道嚟拓展业务同埋品牌建设。咁即系有阵时我哋话咧，啲收入毛利咧系用钱买翻嚟嘅咯。哦，咁啊，梗系啦。好，师傅，跟住唔一定噶。如果你即系叻做生意叻嘅，就唔使即系。抌钱去宣传，你都要抌啱渠道啊！抌钱边个唔识抌啫？啊，唔抌好多钱或者完全唔使抌钱都可以卖到产品，咁先叫做生意叻啊嘛，系咪？阿师傅抌啲钱落嚟我哋嗰度啦，我哋都卖到广告噶。好，平保啊，有人问咧，平保几钱可以入？嗱，平保今朝早咧都出现咗冲高回落啊吓，咁啊近段时间佢就表现唔错噶啦。但系佢又未超过之前五月嘅高位，40蚊啦，40蚊啊，落翻40蚊边买，咁你如果未来再试翻五月高位43.8，接近44蚊，你都有差唔多10%嘅利润咯。40蚊买，咁你咪38蚊止蚀咯。好，呢、這个就容易睇啦，38蚊止蚀。跟住落去咧，2018瑞星可唔可以入？因为咧三折机咧吓，瑞星有份供应零件嘅，据说吓2018。瑞星咁啊，咩位买好？而家都系上落格局喎。
我唔敢话完全叫你唔买，但系咧我就自己就唔会推介啦。即系两个原因，第一而家唔炒苹果概念，手机其实你三折机我都话啦，而家得2% 嘅占有率啫嘛。市佔率啫嘛，就算我睇翻大行嘅報告，2025年、2026年都係2025就估3%嘅市佔率個滲透率，2026就4%，咁你做得幾多啫？啊，係咪？咁而本身智能手機市場，大行嘅報告都係預計未來今年到2026年咧，每年都係3-4% 嘅增長，唔係話一個好強勁嘅復甦咯。咁第一，我覺得咧蘋果概念就炒完；第二咧，如果你睇翻佢 RSI 得49，你而家大把嗰啲。得你買我唔敢反對你啊，但係俾我推介我就唔會揀呢啲，即係啊都唔知幾時開車，幾時先卡著先，大把70几啊60-70 RSI 嗰啲嘅股份啊，即係可以搭順風車，可能即係唔使個等待等候時間會短啲，但係偏偏要等一班車都啊朝頭早上車，可能等到夜晚嘅啊。咁但你要買我唔阻你啦，落到100天線附近可能就係29蚊嗰啲位囉，咁就29蚊你就睇32.5啦，因為之前啲高位都係一個一個低，34.6跟住就去到33.8喎。我驚32.5都高啲，32蚊好啦。哦，睇32呀，哇，嗰度得3蚊。你都有3蚊雞呀，都係一成。系啦，咁如果29蚊买就用27.5做指示咯。嗯，但系就即系动力唔系太过足够啦。嗯 ，George 问你咧，270嘅粤海投资啊吓，佢咧就话可唔可以入270粤海投资？今日都上翻主要移动平均线5条之上啦吓，唔错喎，师傅其实哇真系睇住佢都系高息股嚟嘅，咁咧就有几高股息率有成7.5%咁上下呢個往績嘅股息率啦，咁尋日已經突破250天線啦，咁啊可以買嘅，睇下佢有冇機會回撤後回試翻條250天線大概4.68嗰啲位，即係比現價低1毫子啦。咁如果4.68買嘅話咧，個目標就睇5蚊啦，先睇5蚊先啦，4.68，如果企得到5蚊。再高啲咧，就係5.15啦。咁啊，4.68買嘅話咧，個指示位咧就放喺4.45咯。4.45好，跟住落去咧就係1398。阿 Jack 問啊嚇，只工行咁啊，佢係有貨嘅，3.8有貨，喂賺住啊！不過可以。食咗先，點解咁講咧，師傅？因為個息率去到而家升到得7厘，再升嘅空間又好似唔多喎，會唔會咧？我又唔覺得喎，你聯儲局這個聯邦基金利率都或者係嗰啲美國國債一路，如果你減息嘅時候嗰、那個個收益率一路下跌，咁你唔好講7厘啦，6厘都相對嚟講係吸引噶嘛，咁就但我怕他未必回得多，他现在刚刚突破了他可能雙頂會回，但是呢你3.8那么低買的無謂走出走入啦，揸住他咯，是啊，那嗱现在的股息率就7厘，啱啱好7厘是吧，那我當你6厘啊，是不是他過去幾年都是派每年有加啲嘅，去年就係30.64仙，咁我諗當你今年30.8仙啦，人民幣啦，點三冇加咁多啊，仲係倒退緊嘅上半年。OK， 咁我減啦嚇，維持啦嚇，維持啦，0.306啦，0.306啦，同上年係一樣啦。咁咧就化翻做港紙咧，就大概係3.37毫一股，咁啊除6厘嘅話咧。是有，如果6厘就5.6嘅，但是你6.5厘啦，我当你吓，呢一个3.37毫6.5厘嘅息率都5.2咯。喂，咁啊，仲有起码呢一个5毫子啦，到呢一个嘅9毫子啊，唔够1蚊嘅一个升幅喺度啊嘛。啊，算啦，咁啊一动不如一静啊嘛，继续坐啦吓，揸住佢啦吓。OK，
跟咁啊，穩健計你咁低買嘅，如果你要定個止賺位，就可以放低啲咧。佢而家三條線啊，十天、廿天、五十天線都大概喺4.4附近，所以利用4.4跌穿4.4先止賺咯。好，144招商局啊，呢一隻咧就招商局港口可以買未？佢都係今年不斷破頂嘅股份嚟嘅。之前都有朋友仔問過，不過就同埋佢息率都高嘅，有 Iden 六厘息啦。咁而且就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就。个盈利增长都可观嘅，半年赚咗44.5亿，去年全年都系赚62.3亿，半年嗰个盈利咧同比都升咗成32.9%，咁咧佢而家升穿咗七月嘅高位12.3咧。佢呢個長方形由六月到而家咧，就差唔多係過六個六十二個三嘅話咧，就14蚊，嗯，14蚊咯，好，14蚊。咁如果你睺佢回翻啲喺翻之前個頂十，睇下有冇機會十二個二到12.3買，咁14蚊都有成超過10%嘅利潤啦。12.2、12.3買嘅話咧，就用11.5做止蝕咯。嗯，11.5止蝕。OK， 好落去。ASM 522啊，嚇 ASMPT 咁啊，定還是佢係問目標價嘅，同埋只1347要俾個目標價佢。咁我相信只522你都睇到啦，啊，即係呢排嘅弱勢股嚟嘅，自從喺七月24號嗰日大陰足連續兩支陰足回落之後咧，暫時最叻咧都係今個月初反彈到92蚊。琴日咧個市升可能就係飆一飆去到90.95，咁所以咧又比92蚊要低。咁最叻我谂你咪睇90到91蚊咯。嗯，1347咧，华虹半导体都唔错。佢又系一样咧，都系弱势股。咁就今日个高位17.98就啱啱去到250天线18蚊嗰啲位啦。咁如果能够升穿翻18蚊企稳咧，再上睇条100天线咧，你就预19.4咯。嗯，好。Diorjo 咧就问完啦吓，咁啊，药明就问只京东健康6618嘅反弹目标睇几多？250天线都就嚟到咯。6618。我喺上个礼拜六，应该系礼拜六嚟嘅，介绍咗喺报纸杂志，喺上个礼拜六嘅报纸咯，《经济日报》嘅专栏。咁当时建议买入价咧就系24.8，目标价睇27.5，指示位咧就系23.5，27到咗啦。咁啊，如果你又仲有貨的話咧，就睇250天線，250天線而家咧就大概係29蚊嗰啲位，29.3嗰啲位咯。嗯，好。EDA 啊 ，David 咧而家問只2505，我哋好似之前都炒過噶啦。哇，即刻落翻曬嚟啊！幾錢入？而家再入係有啲難咯，師傅。炒完一轉啊都。2250啊，咩嚟噶？2505啊，你只 EDA 啊，半身股啊。哦，2505。等下先啊，人哋都炒完一注啦，分拆出呢啲炒坏咗嘅股票，你都唔知佢而家即系调翻转。我哋话啲半新股咧，如果不断创新高咧，就无阻力区。但系佢而家咧不断创新低，你都唔知个支持系喺边个位俾我。想咧弱勢股仲係一路創新低嘅股份，而家咁多股份可以揀，點解要揀到佢咧？仲要諗下喎，佢我諗起碼2.28先啦，因為佢上市價就係2.28啊，但係唔係代表你2.28就去買嘅，分分鐘你係咯，我覺得好大機會就係你如果連2.28。今年五月上市，其實上市時間都好短啊！佢係用咗一個好短嘅時間就係咁拱上去，拱到8.47，跟住由8.47一路派落嚟。所以我好多時話嗰啲半身股咧，喺高位度咧係好危險，我唔敢冒冒然推介嘅，因為佢一派完貨殺落嚟嗰下咧，你諗下由8.47跌到而家2.45跌咗4蚊。6蚊咁啊，70%喎，咁而且如果佢一旦連上市價2.28都跌穿咧，
就又可能引到有啲申請翻嚟嗰啲諗住啊，最後都要跳車啊，由賺變蝕，梗係費事代手咧，咁可能又會再有一輪嘅沽壓，弱勢股買弱勢股咧。就始終嗰、那個難度高，同埋就我哋都話啦，就係、是、升個特徵就係升嘅時間短，升嘅幅度係少嘅，係咯。好，搭埋呢只咧，2015理想目標睇幾多？哇，都升得多啊！理想目標。同埋我再想講咧、，EDA 佢個市值就11亿，係啦。咁、但係佢舊年就賺7000万，嗯，1000万，今年上半年就唔够3000万，就十倍 P/E、嗯。如果你六即系十几倍 P/E， 但系今年半年得3000万人民币，咁嗰个 P/E 唔平咯。嗯，哇，8.几嗰时啊，直情系天天咁贵咯，系啊。好啦，睇埋2015啦，理想啊，目标价俾几多啊？2015目标价嗱，首先就睇97蚊，佢今日到咗啦，系咪啊？系咯，因为话佢补翻呢一个。5月21号嗰个下跌裂口嘛，咁补完裂口就唞下气先啦。跟住如果升穿100蚊咧，就可以睇108咯。嗯，好，108，OK。咁啊，今晚咧，我哋解答大家到呢度啦，欢迎大家啦，继续收睇我哋嘅 NBO TV， 咁啊，仲有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频道，以及我哋财经直播嘅 Facebook 专页啊吓。好啦，咁啊，师傅讲到呢度啦，咁啊，请你申报下有冇持有上述讲到嘅股份。都冇噶，冇嘅话，我哋今晚节目先到呢度，听晚再见，拜拜，拜拜。